大多故事是由嚼通天海鲜酒家特约赞助播出。创新铸就梦想，创业开辟未来。加拿大青年创业协会携手淘淘家园及多家协办单位，共同举办的大多伦多地区淘淘杯青年创业大赛于12月8日正式启动。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旨在为有项目没资金、有产品没市场渠道、有专业技术有能力、有梦想没有舞台的华人朋友，搭建一个充分展示其聪明才智的平台，从而筛选和造就一批优秀的华人商业精英，创造资本与人才的有效结合，带动加拿大华人的创业激情，增加华人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参赛的条件是居住在加拿大所有具有创业梦想的华人均可报名参加。本次大赛将评出1、2、3等奖。组委会不但为每个获奖团队准备了丰厚的奖金，还将为优质项目提供与赞助商及投资人项目对接的机会和资源，协助项目孵化，助力参赛人员成功创业。那个加拿大青年创业协会，我了解它是一个呢非常务实、非常接地气，真正能够他们希望呢帮助我们华人移民呢那个霍尔青年能够在这儿创业，能够在加拿大呢落地生根，完了以后提供更多机会，是帮助我们华人在这儿那个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了解他们以后呢，就是感觉到非常激动。其实他们很多梦想呢是跟我一样的，所以我也愿意呢通过他们这个机构实现我一点梦想。所以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让华人，让我们华人移民在加拿大实现美好生活。因为移民呢是这个概念，谈一个大点的课题。移民呢对于我们华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所以我说呢，在座的就是移民的人都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们有梦。什么梦呢？就有一个呢出国移民，就是那个加拿大梦，或者说出国梦。那个梦呢，移民来了以后呢，他们已经成功了。但成功以后呢，叫成功的以后是被，就是有很多叫不适应啊，有很多问题。这样呢，他们就怀疑我的梦有没有，我的当时的梦想定位准不准确，有没有问题。二一个呢，就是呢哈，怀疑了自己的选择。其实我说加拿大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完了以后呢，只要是我们努力，我们了解，我们踏踏实去做，加拿大呢是能够实现我们第二次梦想的。所以通过这个加拿大青年创业协会，让更多的人适应和了解加拿大，让他们得到美好生活，是我的梦想，和他们这个是一个梦。谢谢。那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公司，就是您的公司的着眼于什么？我呢是做淘淘家园。淘淘家园呢，你听这个名字可能说是像淘宝、京东、那个亚马逊、易贝这种大型公司，其实不是。我们呢是准确的定义，我一直在探讨给别人聊哈。大多地区，我们通称为多村，因为他们说我们加拿大都是农民，像个大农村。多村华人社区电商平台，就定义非常，我认为非常精准的哈，就是大多地区的华人社区的一个电商平台。对，所以呢，就是它主要是服务于华人，让他们在这儿生活呢更方便、更容易。尤其这3、5年来的移民，你知道吗？都说这儿更是农村了，啥意思呢？你看，在中国电商发达那么那个方便，那个完了以后到这儿来以后呢，连个电商都那个什么不了了。就说呢，我还是觉得哈，电商在北美呢是一定有市场，本身的起源于北美，后来呢在我们亚洲，尤其在中国哈，叫让它发扬光大了，而且叫如火如荼。可是我认为哈，就北美同样需要，我们在这儿来的华人也一定特别希望享受到这种电商的服务。就是我呢是做的这个淘淘，是让那个叫更多的华人能在这儿呢把自己好的东西展示出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让我们生活在多伦多大多地区的华人享受到这种先进的，或者说吧新型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就是说，您在淘淘家这个平台上能给我们提供一些
帮助社区的服务啊，或者产品的包括什么？淘淘是个电商平台，它可以容纳各种服务、各种产品，就类似简单说嘛，你想卖什么，只要合法的，在我这儿都可以卖。你需要做服务的，你只要是合法的，对人有益的，就是说呢，在这儿都可以帮你推广。它是这么一个电商平台。对，我不卖东西，我是做服务的。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来去参加这项活动。那这项淘淘杯青年创业大赛呢，其实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我们加拿大的这个青年创业的这些青年提供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其实是提供一个信息交流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搭建一个创造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整体的资源整合的这样的优势，为所有的这些创业者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助，这是我们大赛的一个组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这里呢，我们组建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是一场大赛嘛，那什么人能够来进去参与这项活动呢？那我们这里呢，其实对于所有在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华人，我们都欢迎大家来进去参与。那这里如果你有项目没资金，你可以过来，我们非常欢迎。那同时，如果你有好的 idea， 你有好的技术，但是呢，你在这个项目孵化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资本的这个对接，这些项目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参与进来。那还有一些项目呢是属于比如说我们因为在这地方的华人有很多是在国内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资源的，那这些资源包括好的产品呢希望能够开拓北美市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去提供这样的一个销售的平台，能够帮助他在北美市场来进去落地和生根。这是这种项目我也欢迎。那还有一种人呢，是属于这个我其他的资源不具备，那但是呢，我有一颗非常强烈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再加上我们曾经在国内或者在全球其他企业来进去工作的时候呢，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有志青年呢，我们也欢迎他来进去参与，因为我们整合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他真正能够实现他的创业的梦想。这是说我们在这个参赛选手上来讲是这样来进行设定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组建这个平台的时候，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加拿大青年创业协会，那这个协会呢其实是构建了一个资源的平台。那这里的资源平台呢是分成两部分，那一部分呢就是人才，那这里的人才呢包括我们的评审的这个团队都是极其强大的，那这里包括各商界的各种精英。那在这些人在这个作为评委来讲，其实为每一个创业者可以提供很多的实战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帮助他们在前期的策划、后期的运营的实施都可以给予他们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指导。那另外一类评委呢，是属于我们的叫学院的这些专家，那他们可能从产业和技术的这个前瞻性上来讲，给予这些创业者更好的一个开拓市场和技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第三一类呢，是属于我们的投资机构，我们整合了有雄厚资源的这样的一些私募和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我们真正是希望能够把人才和资源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对接，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参加我们这些大赛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些项目真正能够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落地并且实施，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这个设想。所以我们整个协会呢以及所有的这些组委会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的来进去努力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我们下期再见。